想与现实差异，军营小兵陈炳佑泪流满面。我曾二十人，状况连连，陈炳佑能否坚持到底？我上回去了。兄弟因何反目成仇？我这居然还有个胆子，还不敢跳下来打我！我跟你听到爷爷的声音。寂静深夜，什么情况让郑成成跪地而死？神秘人物空降农村，为何郑成成情绪大变？变形结束，为何刘凯俊先行离开，郑成成却被独自留守长远村？合计这个人，拜拜。先生不要哭啊！一、二、三，起！温暖接连上演，精彩持续不断。